阿巴丹鹦鹉说你要那个什么，他要介绍今天新上架的五部 A 片，靠北。这个下次我跟你讲，我应该要特派你上来聊，你知道吗？这个我哪知道啊？我提到 A 片，我最近的确在 DNN 上买了一部啊。用了买了一部、哦、A 片时间来了，本周 A 片哎，我只买了一部加藤莉娜，那个我就是以前很怀念的加藤莉娜，对加藤莉娜，哎、欸，我好像有他的五码片，没有，他没有，是流出的、啊，对，没有、欸，其实我看加藤莉娜还是因为那个什么，我其实在 A B 的时代我没有追他。追没有追这个人的片子，我反而是在他退休以后，然后他去参加那个人中之龙的那个什么，就是那个游戏的那个其中一个角色，我才发现说啊、哦，原来这个女生这么可爱，然后回去找她，然后一找到五马加藤莉娜，对，她其实就是走那个怪怪美少女路线啊，啊好像不是哦，不是吗？好吧，对啊，因为没有她是我上次说哦，我最喜欢那个、啊，哎、欸，哦，哎，不是这一个吗？糟糕，对，等一下不是加藤莉娜，应该不是，对，就是我上次送啊，那是另外一个莉娜吗？等一下，等，不是吧？是吗？加藤莉娜哦，不是加藤莉娜 ，OK， 哎、欸，糟糕，那个叫什么名字啊？人中之龙，等一下，等，那个也是，我记得也是有娜的啊。对，有日本名字有那么多，对。哎、欸，其实还蛮容易搞混的、欸。我其实有一阵子把那个奎斯跟奎搞混了。那奎斯的读没有，可是后来就可是奎好啦，他们两个长得很不一样啊。对啊，对啊，那什么人中之龙级，我来看一下，没吗？女生有没有讲到女孩子啊？好烦啊，可恶！好吧。那加藤莉娜你已经看了吗？那个我看，因为这是一个我很久以前那个下载过，我觉得哦，这部片哎还蛮合我胃口的。然后但后来那硬碟总是会坏掉嘛，硬碟坏掉哦，好，硬碟坏掉，可惜。又过了几年之后，哎，在 DNN 上看到的，我觉得哦，好，就买下来啊，就买下来，就买了，才那个日币，才那个，所以你对他念念不忘。对，才七百多块而已啦。那当然日币七百多块，我就哦点一下就买下来了。这个莉娜，等一下我找到莉娜的公关小姐影片。哎呦，这个叫什么名字啊？糟糕，那个什么，请各位板众那个什么告诉我他叫什么名字？莉娜的那个什么？是啊，不是莉啊，不是加拿莉娜吗？哎、欸，那个莉娜。柳川莉，有人讲柳川莉娜，不是柳川莉娜，莉娜叫什么名字啊？对，叫不是吗？柳川哦，柳川莉娜不是加藤莉娜，黑暗版夏雨乔，对，好啦，我得承认，我看到柳川莉娜以后，对，喜欢柳川莉娜，对，怪怪美少女，好吧，好吧，柳川莉娜我知道了，柳川莉娜知道，好吧。对，这是一场美丽的误会，把加藤莉娜与柳川莉娜弄混。对，对，好吧，就是你看，我就没有办法，那就是其实对 A 片没那么熟嘛。只是我就是我觉得我那个什么感，我觉得我比较不一样，就是我其实不介意聊这件事情啊。对啊，对啊，但是那个好啦，那个什么，好、啊、那个什么，希望那个什么反众，你们那个什么，有人愿意上来当那个什么 A 片介绍特别来宾的话，对，是的。对啊，对啊，我其实只是一个试图做一个那个什么文化节目的主持人而已。对，我也只是一个普通的那个聊电影的人。没有，不过你还可以聊综艺节目啊，日本综艺节目。对啊，对啊，OK 啦 ，OK， 好啦，那个什么，本周 A 片这样子可不可以啊？虽然你看这样讲很浅，但是也只能这样子。对啊。滴眼泪没有五码，五码越来越少了。对，最近的码越来越厚了。对，我看了都有点不高兴。对啊。鹦鹉哥，下次那个你可以准备那个文件，然后那个什么让我念出来也可以了。你可以准备一下，然后叫我念出来，看一下。好啦，等一下，等一下，我看一下我最后呢，让我问你，有人好像有人说要问问题，等一下。哦，我看一下，有今天要本周要有问答时间这样。没有，不是问答时间了，就是有时候那个什么，有些人会跑去有粉专问问题。嗯，还没有，他没有问那个。
你看 ，Hello， 我是你的粉丝，哈哈哈！我昨天看二轮，看了《银翼杀手2049》，我觉得这是我2017年最喜欢的其中一部电影，但是有些地方看不懂，不知道能不能问你，那你就问啊，你就不直接问，然后我统一回答。可是你们没有问我，怎么会知道怎么回答？对啊，所以以后我跟你讲，你们如果要问我问题呢，直接把问题丢进来，这样子我那个什么，就算我当下没办法回你，事实上我觉得我也可能当下是不可能回的、啊。就是反正每个礼拜是会有实况，我就会在实况里面、哦、我就整理一下这样子。对啊 ，OK， 好吧，鹦鹉哥下个礼拜靠你撑场面了，召唤隐藏版主。对啊，那个啥，鹦鹉哥那个啥，你如果有什么想要我在里面发表的那个啥，我信你嘛，对不对？本周 A 片的资料你可以那个啥先直接贴来，然后我就可以直接说哦，本周 A 片，因为你看我聊那个本周电影的那个什么资料，直接是从大家都可以拿得到的那个东西去讲，对啊。但是好了 ，AV Number One 那边也是有，但是我觉得我一弄出来，这个可能我的实况可能就要被 ban 掉了，那个太可怕了，你知道？对啊，那个我也只能偷偷看而已，对啊。你那个你可以那个对 A 片。那个展现出自己的观点跟自己的感情，很难啊，你知道我在看这一片的时候没有那么用心啊，你知道吗？对啊，我看电影，我跟你讲，我大概看电影的时候最集中精神啊，然后看日本动画片的时候，其实已经是很散漫的状态，你知道吗？就有点像在看情境喜剧的那个心情，除非它里面就是做一些事情，就是有一些剧情，就是引起我的兴趣，我才会可能稍微提一下。要不然平常我就是那种用很闲散的心情在看 A 片更闲散好不好，你看我认真起来，除非可在选今天要看什么片的时候应该是比较有精神的吧。选今天要看什么片的时候，基本上我的口味就很偏执啊，所以我觉得也没什么好那个，好像我没办法很公正嘛，对不对？对，因为我通常在选的时候，那个精神会比较好一点。哦，看了 A 片的时候，今天有什么片子可以看？我大概我其实基本上我很挑的，基本上就是都只看妹系，然后巨乳，然后还有那个什么学生妹。嗯、但是很奇怪哦，这种东西没办法，很难凑在一块。我常常每次看到学生女生打扮成学生的那个样子，很少有巨乳的，你知道吗？大概可能他们可能觉得巨乳不需要那个吧，不需要穿衣服吧。对，所以常常都会把它用性感的那个造型什么的。不过 DNA 很好收啊，你就在那个、高中生加巨乳，应该就收得到吧。哦，还有绝对领域啊，然后什么的。对，就是女运就收那个嘛，那个过希望那个日文，他应该也收得到的。OK， 好啦，片头的眼睛是 Roy， 片头的眼睛是 Roy， 你是在问2049的，还是问那个什么，还是问《银翼杀手》的？对，《银翼杀手》是那个的话是罗伊贝利的眼睛啊，对啊，这个后来的人都知道了，对啊。然后如果2049的，我觉得目前还没有一个定论呢、欸。对啊，我只是觉得很有趣，觉得那个好像应该是那个吧，对啊，该不会是那个后面那个博士吧？对啊，好吧，那个是有一个说法是后面的博士吧。我觉得如果是后面的博士的话，它有更深的意义，它有更那这部电影就有一个更深的意义。这一切可能只是一个梦而已，它不是真的，它只是一个编织出来的东西，博士创造出来的。对，它是整个故事都是博士创造出来的。但我觉得这种说法又好像有点怪怪，因为它可以创造很多东西，但他也可以看到真的东西啊。虽然说他什么东西都没看过的，但我不知道啦。没有，我其实觉得，也许那个什么导演那样摆，也只是一个那种回马枪而已。说也许这一切也不过只是个那个，他并没有要否定这电影里面所有的事情的意思。他只是最后是问了一个很浪漫的问题而已，就有点像那个全面启动的最后那个东西。他只是问你说啊这个东西，然后就说哎。也许这一切其实该不会还是只是他的一场梦吧？这只是一个再回头再问一下这样子，好像就是作者自己好像也不确定了这样子。嗯，他只是我觉得只是这样子，但是你不需要去否定前面的那两个半钟头的故事，说好像那个东西才是重点什么？不是这个样子的。对 ，All right， 我巨乳要什么罩杯？我跟你讲，不可以垂到肚子的，那太恶心了，这不可以。我觉得他们有点那样有点太不舒服。事实上，我觉得最我觉得那个极限就大概已经是那个谁啊，好，每次我觉得我真的老了，我没有办法记到这个人记这个人的名字哎，等一下，让我查一下，巨乳妹，
就是上次有来台湾的那个叫什么名字？怪怪美少女那个什么美？等一下，我可能用巨乳来选的，只能用巨乳选。我喜欢巨乳，但是那个什么，我不能够接受那个什么，它已经超过了人类比例的那个的状态了。对啊，然后我也觉得很多 H 漫喜欢把那个漫画把那个女生画到那个什么胸部大到那个很夸张，让我觉得很恶心，你知道？那已经过了，已经进入那个叫什么？恐怖谷，已经进入恐怖谷的状态，你知道？就太恶心，已经超过了，你知道？感觉起来很像异形还是什么的？好吧，算了，我突然间想不出来了，对，就是我找不到。吉川爱美啊，吉川爱美已经吉川爱美已经是我的极限。虽然她胸部也的确很大，可是我觉得因为她胸部大，然后又其实没有垂下来，让我觉得好像很厉害。All right， 好啦，那个什么，你问这个干嘛？你该不会要那个什么介绍给我吧？对，哦，昨天上架的《想象如小仓由美 H 妄想》，四本番是穿制服。哦，我来找一下，赶快把这个 copy 下来。对。四本番欸，我的妈呀，对，什么东西啊，四本番就是来四次的意思吧，对， OK、欸，因为上架我们也不是那么快就可以看得到吧。小仓油菜，小仓油菜好像没有胸，算了。好了，好了，好了，你要不要换个？你要不要？其实你要不要换个口味看一下？换个口味，可是我觉得平乳的其实没那么那个啊，对啊。对，你或许可以那个，可以那个。我觉得有一个奇妙的情况，像我之前看到一个女生，那个女明星啊，我惊为天人。她是那个什么三西之一嘛，西之爱美嘛。等一下，不是西不对不对，三对 A B 界的三西。等一下，爱里啦，爱里西之爱西美爱里吧，西美爱里对。因为希美爱里太漂亮了，你知道吗？就是她穿衣服的时候的那个，因为她可能是一开始是写生女明星嘛，对。然后那个什么，我在看到她穿那个学生制服的时候，哇，整个被电到，你知道吗？我还记得我在哪里看到这个女孩子，我是在光华商场的那个对面的那个商店街里面的一间 A 片的那个什么外面，她贴那个什么海报，你知道吗？然后我看到那女生，哇，这个是 AV 女优吗？我好想啊，好要去找，你知道吗？然后等到我找到之后，我反而就看到 A 片本身以后，我觉得我反而没有，就没有感觉了，你知道吗？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我是觉得可能是演技的关系，就是她真的很漂亮啊，对，她真的很漂亮，可是我那个啥，当他脱了衣服，然后开始跟男优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很生涩，你知道？是哪怕说他其实已经那个啥，他从一开始的青涩，一直到最后已经那个什么，好像已经变成熟女系的那种女孩子，我还是觉得他那个啥，他做爱的时候，我一直没什么感觉，知道？可是我真的承认她超漂亮，她就是穿衣服的时候，让我觉得就是哇，这女生好漂亮哦，对，然后。那个什么，就是对对对，就是神魂颠倒哦，好，找到一个封面了，对，应该不是这个，对，我应该要找一下那个什么，当我那个什么，我被电到那一瞬间的那个什么那一张图，好了，我们今天还特别加时特别加时聊一下本周微片，我靠，原来都已经拜拜了，本来已经在拜拜，大家已经八八八八了，你知道吗？然后突然间看本周微片啊，我看。我怎么找不到他希美爱里的学生服啊？对啊，希美爱里一定有吧？他一开始我觉得他的学生服超可爱的，让我那个什么，学生服，水手服，高中，而且他在那个什么他在里面那个什么 A 片里面有一个动作，也让我那个什么觉得他超可爱的。就是他在里面都是演人家的那个情侣啊，或者是那个什么喜欢老师的学生啊什么的，然后里面有一段呢，他。好像跟男朋友在做爱吧，然后弄一弄，然后他突然间对那个男生抬起头来，这样子，他是在跟他锁吻，你知道？但是那锁吻的那一瞬间，我就哇，这女的是可爱，因为她那个是有点，你说那个是希美真由吧？希岛爱里啦，对不起，希岛爱里是希岛爱里，希岛爱里，对，我找不到希岛爱里的那个对，
的学生妹制服，可恶。可是 我得说啊，他本人太瘦，然后他衣服一脱下来，我觉得他排骨都跑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啊，你那个什么，你可不可以多吃一点？就是我那时候就是反而有一种怜爱，你知道，拜托你多吃一点吧，我觉得你好可怜，你知道？我觉得他可能也是那个，是不是因为为了要让穿衣服好看，所以导致说他。导致他要这么瘦，你知道吗？那对，可是当他瘦成那样子的时候，我又觉得他好可怜啊，就觉得，嗯，这也是一件特别的事情。我们看到一个 AV 女优，然后对他产生怜爱，是希望那个什么，他多吃一点。就是、我直接收就收到了、啊，什么制服美少女四本番嘛？啊，好像是哦。等一下，是啊。那为什么我找不到啊？制服美少女，我直接收他的那个日文名字啊。可是我好像后来弄一弄以后，我也那个什么，就是。收集一阵子以后，我也决定说那个什么衣服也就，我好像也就那个而已，就是我没有再收集他其他的，就是应该是说我觉得我传那个链接给你，但是那个只有封面吧，没有后面吧？有后面，有后面是麻烦了、等一下啊、哦，我知道我记得我有一次很不慎的在那个什么在节目里面出现露点画面。是那个什么那个李安的，是吧？就是在李安的那个什么色戒，然后的那个什么的那个的 clip， 然后我靠，有做爱画面，我讲麻的，太惊人，你知道？好吧，对，就是这一个女孩子，对，可恶，我没办法那个啊，就是这。你这张图我没办法截下来啊！你可以只露一半，这太可怕了吧？这但是那个什么，我好像后来也只有找他这一部而已。对，就是因为我觉得他就算是那个什么，因为他漂亮，所以我收了他这样，收了他这一片。但是我后来没有那个，因为他真的没有办法引起我的那个的反应。这真的很奇怪，你明明就知道她，你也觉得她超漂亮，可是当她脱光的时候，你对她没感觉，怎么办呢？对啊，好吧，那口味好像太偏了。越野里莎也只有低啊，我没有说，其实越野里莎，我觉得她胸部不够大，说老实话，越野里莎让我那个什么引起情欲，是因为这个女生真的太屌了，你知道吗？就是她在你那个什么，当她骑在男生身上动屁股的时候，让我觉得很那个不能够忍受，对。欸、我有在 PTT 看过那个有网友说伊蕾丽莎，嗯，对，就是哦，我喜欢她的腰，她是这样子。然后我后来从粉圆那边啊听到她的后续，你知道？哦，还有后续、哦？结婚啊，就结婚了、啊。他说那个推特，等一下，他说他的推特那个已经有那个什么，你都已经生孩子了，就有那个有生孩有孩子的画面了，这样子。嗯对啊，然后让我们觉得好啊，这是一个时代的过去，越野里莎就这样过去了，这样子。对，希望他幸福，因为他那个时候已经结婚了。这样，嗯，好啦，阿姆罗，有人要求阿姆罗在最后再亮相一下，臭拽包的那个表情，咩咩咩，咩咩咩，好啦，希望阿姆罗身体不要太糟糕，因为对这几天他感觉起来有生病。尿不出来，平跑厕所，然后又没有尿，很怕他是肾问啊！不要啊，不要肾有问题啊！他那个很多猫都会有肾的问题的，就是他们尿很尿浓度很高啊，如果他们只要两天不尿尿，可能就有生命危险。能不能找机会去看一下医生吧？然后有啊，已经去看啊，然后吃药，对。只是说天气冷的时候要注意，因为猫在天气冷的时候也不喜欢喝水，然后他们就对。嗯、跟我长好像嘛，嗯，好吧，俗话说什么样的动物就长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人养什么样的动物这样，然后我觉得啊，跟我搞威的个性很像，他也是一个非常爱讲话的猫，平常在家里面有事没事就一直叫，对啊，好啦 ，OK， 好啦，那个什么，本周 A 片希望那个什么大巴丹鹦鹉你能够满意，对 ，OK， 对好啦，然后晚上如果有。如果我睡不着的话，我还是可以打电动的啦。对啊，那今天就先这样子啊。对，好啦好啦，我都快要跑掉了。对，他都是这样子的。对，就喂喂 ，OK， 好啦好啦，感谢大家那个什么今天晚上的收看啦。对啊，那我们下个礼拜再聊那个什么大灾难家。
好，谢谢大家。Okay, 晚安啦，真的这一次是真的晚安了，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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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感谢您的收看，喜欢的话欢迎订阅频道哦。战士，一群善良的战士，正义在你的热血中汹涌。